记得入行之后第一个负责的节目就是巨人军的比赛。1968年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读卖巨人军，巨人队对我来讲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感。这读卖巨人呢、啊，第一部连贯是非常受欢迎，就可比讲这个洋基队的美国感官。其实，在巨人军待了3年半的时间，先发阵容这一部分啊，就是相当的竞争。相隔那么多年之后，再度转播巨人军的比赛，觉得很兴奋之外，也有一种重新出发的感觉。我真的非常期待可以看到巨人军的比赛。